姜饼屋是一款适合2到4人的家庭游戏，游戏时间大约30分钟。在游戏中，玩家们扮演住在森林的女巫，通过姜饼吸引童话故事里的角色，并且建造最棒的姜饼屋来获取分数，有分数最高的女巫获胜。玩家们各自会有一块姜饼屋图板，在每一回合中选择手边的板块来建造姜饼屋，并且拿取被覆盖的姜饼或启动符号效果。当有足够的姜饼后，就可以邀请童话角色来获取分数。另外，姜饼屋只要完成一整层，就可以拿取一张奖励卡来增加分数。总结一下姜饼屋的几点特色：立体的板块拼放方式让游戏过程有更多变化；轻度策略机制是合家欢乐的好选择；拥有众多童话角色与精美插画。所以这边我们会推荐给热爱板块拼放与拼图游戏的你，对立体堆叠机制有兴趣的玩家，喜欢童话故事的大小朋友们。本影片由 GoKids 玩乐小子发行与提供。